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2019男生女生向前冲奇幻冒险之旅，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秋意，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清新。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张浩。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珍。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好的，今天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欢迎到了两所高校前来对抗了啊。没错，分别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和我们的辽宁大学的同学，期待他们在我们的向前冲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了啊。来，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强烈十年从新出发，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第11季奇幻冒险之旅。今天我跟张浩第一次在前台搭档，嗯，你看咱们第一次就不得了了，嗯，高校对抗赛呀，有没有节目啊？对，特别节目，我们现在两面大旗已经举上来了。是，我这边是辽宁大学，我这边呢是黑龙江大学，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各自立一个战队吧。是，我们就不是一个队的了。那我就是黑大的战队了。我就辽大，你这个是够黑了。啊，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请出来，好不好？好，有请，有请。是我们的哦，这边是我们的，这边是我们的。你看，我们这边就是衣服都很有特色呢。你们这边都不太统一。可是你看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颜值普遍都很。学校冬天有独立的冰场，夏天呢有游泳馆可以纳凉，然后我们的黑大夜市也非常的出名，欢迎大家来。然后大家这久都在看那个电视剧，就是《亲爱的热爱的》里面那个欧强学长，就是我们的黑大学长。哦，那真的是你们学校的学长是吗？欧强是谁？是李现吗？不是，欧强是就是抢李现女朋友的那个学长。哦，那是坏人。他也不能是坏人。可是《亲爱的热爱》那个电视剧是在你们黑大取景的是吧？可能有一部分，但是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学长确实是我们学校非常骄傲的一个学长。哦，你知道，黑大的俄语系非常非常的厉害。嗯，因为它离俄罗斯比较近，是不是这个原因？对，是的，我们黑大俄语非常的强。所以你是什么专业？我是旅游管理。那这位呢？咱们辽大呢？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我叫高英丹。哦，艺术学院，咱们这些都是学艺术的吗？都是什么专业？我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嗯，然后还有导演专业的，然后还有编导专业的，哦，都是跟媒体挂钩的专业了，嗯，对，嗯，跟我们是相关的。没错，你看夏天这么热，除了来到咱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亚洲一号闯关之外，来到黑大去这个咱们夏天好像有专门的冰场，去这个消暑纳凉也不错，给我们介绍一下黑大的冰场好不好？我们黑大的时候夏天它会那个冰场是草地的形式，那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摄氏度非常低，然后所有的都凝结了，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冰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学校里面滑冰呀，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租雪具的地方。哦，也就是说黑大一年四季都可以滑冰吗？没有，只有冬天可以。冬天夏天是游泳馆。哦，就反正黑大一年四季都可以去锻炼身体，冬天滑冰啊，夏天游泳啊，所以说我们黑大的这个学生的身体一定是很健康的。黑大确实不错，你看有冰场，那咱们辽大肯定差不了，对不对？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辽大最著名的就是它新校区的那个大门，因为它是东南亚第一大的门。你看这个门，
多大？来，然后还有辽宁大学的食堂是整个沈北区就是高校区最好吃的食堂，然后辽宁大学的草坪是我们药学院自己研制的草，然后它的冬天的颜色是草黄色的，然后夏天是嫩绿色，然后上面不长虫子。哦，它还会变色的吗？那个草会变色？这个很厉害了。对啊对啊，对，而且他说了我们咱们的食堂特别的好吃，咱们食堂最好吃的是什么东西？食堂最好吃的是范姐的餐盘饭，里面的锅包肉特别好吃。锅包肉特别好吃。咱黑大食堂最好吃的是啥？西瓜。西瓜？西瓜哪儿都有啊。西瓜需要食堂做我们那个黑大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那个西瓜非常的便宜，就是在食堂里面可能3块钱就大半个，然后就是几毛钱一斤的那种，非常的便宜。所以说想回到学生时代了。是，好了，便宜又好吃。对，来到亚洲上还是要 PK 的。没错，我相信你看我们黑龙江大学冬天滑雪夏天游泳，咱们这个来到亚洲一号目标是在哪？最后一关吧。那肯定要到高台了，是不是？来，有请。有请，加油了，为我们黑龙江大学拿下第一分啊。相信十年，从新出发，高校对抗，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关穿越兔子洞啊，稍微等一会儿，听我口令啊，准备出发，走。好的，收住，用脚收住。还不错。这是一位学习旅游管理的同学，未来有可能从事我们的旅游专业啊。带领大家一起去世界各地旅游。是的，第一位啊出场的是我们黑龙江大学的张叶妮同学，他呢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关了，奇幻旋转门。在这一关子健一定要提醒你啊，注意我们下滑梯的速度，过快不行，过慢也不行，然后呢注意落脚的角度。好，没问题。哇，恭喜你，看了吗？我们黑龙江大学第一位出场的，在我们的赛道边就已经有一个小彩虹出现了，说明今天的调度很好啊。对，接下来第三关继续加油啊！时光浮桥，时光浮桥这一关呢，其实对女生队来说啊，并不是很难的一个关卡，咱们只需要耐心细致的闯关就好了。在这一关提醒你哈，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平衡，调整一下身体重心。再一个就是不能把我们完全的身体重心都放在左右摇晃的钟摆身上哈。如果说是你把全部的身体重心放在钟摆身上的话呢，你会失去你的平衡的。第三关，注意脚下，没问题啊，非常好。还有最后一个钟摆了，再来一大步，恭喜我们黑龙江大学第一位出场的张叶妮同学顺利通过了前三关，接下来来到了第四关，逃脱风暴阵。这一关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无论对于男生女生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关卡啊。我发现子珍啊，一旦带这个大学队之后啊，就激动了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们黑龙江大学的，一下就有了责任感，是不是？对啊，这是我战队的啊，一定要好好解说。我们的这个脚下一定要注意了，脚步切忌拖泥带水啊，一定要灵活起来，而且呢要注意不同方向旋转这个三根指针。马上红色指针要来了，我们尽量趴低，趴低，趴低，趴下来，趴下来，趴低，趴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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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低，哎呀，红色指针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跨过去啊，特别是女生尽量趴低会比较好一点。其实我看咱们这个黑龙江大学出场啊有点好，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我们好好的吸取他那个教训啊，那个地方一定要趴下来，好不好？嗯，好好的。咱们在冲关之前还是有才艺的，对不对？是的是的。什么才艺啊？竹笛。竹笛才艺。好，那现在先交给你，好不好？嗯，来，不错，而且和我们的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口号啊，就是唯我独尊，对，特别像武侠里面的幽灵侠又会吹笛子啊。可是我倒觉得这首曲就是很，就听起来就会很安心的那种，很清静的那种，是是那种感觉，像大侠吹着笛子，然后美女在旁边跳舞，这种感觉。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刚才我战队是成绩是第四关。那你的成绩，我觉得我们的辽大肯定会比你们第一个好。真的假的？你只要趴下来就行了，那么简单，是吧？很简单啊、哦，有没有信心？有，好，加油！表现啦，有请。响应十年，从新出发，高效对抗，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咱们辽大的第一位选手，第一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漂亮。因为整个人非常的瘦啊，非常苗条，所以第一关非常简单。啊，我们的辽大出场，场面也出现了一道彩虹。又出现了彩虹。哇、这会不会预示着跟我们黑龙江大学第一位出场呢？同样是在第四关落水呢？你地上这个乌鸦腿，这到底是一个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好，第三关是非常简单的一关啊，掌握好它摆动的频率，非常轻松，一定要小心地滑啊！没有问题，顺利通过。来到了第四关，逃脱风暴阵，一定要记好刚刚黑龙江大学那位队友所犯的错误啊！遇到红色指针一定要趴下来，因为对于女生来说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对，趴下来，等它过去之后，哎哎，好的，迅速快点起身，不然它又要过来了，漂亮。确实女生队势头不错啊，两个学校的同学表现都非常的优秀，黑大同学呢是率先到了第四关，那么辽大同学一口气就闯到了第六关呢，慢慢的踩过去，对，可以的，站在鱼尾一个纵身往上一跃，右手边飞奔的感觉很快呀，第七关迅速过关，哇，我们辽大第一位出场的就要上高台了吗？这个惊喜来得有点突然啊，哇，这给我们黑龙江大学战队留下了很大的压力呀、啊、是，不过呢我们即将迎来女生队的第一分啊，哎，速度有点慢，姑娘、我的天呀，这个速度可以说是很慢很慢了、第八关千万不可以减速，对，第八关一定要身体绷直，然后速度要快，最好呢咱可以利用一段小小的助跑啊，哎，这个叫倒手的鸭子飞了，哎，奇怪了，我现在心里有点小小的纠结、为什么？因为我是女生战队的主持人嘛、我希望女生战队可以得一分，是，可是我又是黑龙江大学的这个代表，就你们如果辽宁大学落水的话，我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的。没关系，你们黑龙江大学落水我也很开心。那接下来请出我们黑龙江大学的第二位，来。好的。这个应该是有才艺的，对不对？我不是，就是来宣传一下汉服文化。你看，这是我们一身很美的汉服，这身这个种类是什么？我这是属于齐胸的，然后还有一种齐腰的汉服，然后还有一些明制汉服，然后我们一般的就是穿明制汉服的话，都会叫自己大明少女，然后还有一些宋裤，然后那个金子和背心啥的。所以这不是明制汉服？不是，这个是就是齐胸如裙。这个汉服一般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场合出来穿比较合适？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闺秀出来吧，所以今天就是大家闺秀过来了。是，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水文与水资源专业的。叫什么名字？我叫陈思源。
你看思源哈，多大了？方便问一下吗？这上大几了？我大一，然后是00年的。00后，哎呀，也很小。这应该是从小就是听那个 TFBOYS 做秀，有时候一个慢动作长大的孩子，是吗？我是看着什么海绵宝宝过来的。那我们先让他去换衣服。对，我们先请出辽宁大学第二位出场的，好不好？好，那先留给你时间去换衣服。来，来，我们辽大的这位美女啊，很漂亮。对啊，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璐，来自辽宁大学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哦，导演学导演的，导演表演应该是。有学表演吗？因为长得好看。我们有学台词，还有表演。哦，那来到我们亚洲一号，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是不是有才艺可以展示？有歌曲送给大家。唱歌是吗？好，时间交给你。灯红灯红的沙粒带着我们的情侣，我从八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想念，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安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惩罚，是谁的亲手呼唤，就让我融化，用一滴雨水演化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吹吧。哇，哇，这唱好听啊！唱的真的很好，真爱，而且长得也好看。我觉得可以直接去火箭少女出道了。对啊，太好听了。来，作为我们辽宁大学的学生，想对师弟师妹说些什么？辽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给提供你很多机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机会，辽大都能提供给你。就是只要你努力，在辽大这个平台上，你一定会学有所成。那今天我们亚洲一号舞台，算不算你经历过最大的舞台了？算，对呀、啊，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都能看到，是我们十几亿人可以看到了，没错。所以说来到亚洲一号，今天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最后一关。好的，我们刚刚那位已经到了第八关，你应该可以登顶，没有问题了，有没有信心？有，加油，加油。相约十年，从新出发，高效对抗，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辽大的第二位，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哎呀，没问题、啊，还不错啊，落地很稳。接下来第二关啊，继续看你表现。长得真的很好看哦，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吴宣仪的感觉。哎呀！这个应该是我们下滑梯的时候速度没掌握好，有点慢了。是。不过呢，这么美妙的歌声留在了亚洲一号，还是要谢谢你啊，真好听。是，恭喜你已经在亚洲一号留下你美丽的脸庞和动听的歌声了。那么现在站在我边上的张思源，我们黑龙江大学的第二位。没错，已经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看你表现，加油！加油！相约十年，重新出发，高效对抗，请听口令。3, 2, 1, GO！ 稍微等一会儿啊，陈思源，走，快速，好，收住，收住，没问题啊。思源的身材呢，应该是比较娇小那一挂的啊，所以说我觉得闯关来说灵活，对思源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小心啊，落脚点，哎呀，脚点。哎呀，
哎呀，咱们这个辽大和黑龙江大学第二位都是同样的成绩啊。对啊，跟张璐一样啊，落在了我们第二关的夹缝当中了。看来这个展示才艺是不是会耗费太多体力啊？非常遗憾，挑战失败。好的，我们转眼间就到了最后了。哎呀，目前为止一个都没登上。对啊，我们把两位都请到中间来吧。你们都是，你看你是黑龙江大学的最后一位的出场的了，你知道吗？我的分就压在你这儿了。哎呀，你好大呀。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叫徐燕婷，然后我是来自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而且我也是一个云南人啊。你也是云南人，跟刚才那位是老乡对吧？作为一个云南人，怎么想到要报考黑龙江大学呢？因为当时我就想，因为云南是在西南嘛，我就想去祖国的东北看看，然后就去了。然后我之前就觉得，就听说嘛，东北特别冷，去了我才知道真的特别冷。不过刚刚那位他说他在东北吃的特别好，你觉得吃的咋样？我觉得我过去我还瘦了。啊，就不太适应是吧？云南应该主要以什么米线啊这些为主，对不对？对，我们早餐会吃一大碗米线，但是去东北我真的没有吃过米线，而且我都是馒头对吧？对，馒头、包子，然后饺子什么的都是面食。那希望你今天在咱们合肥吃饱了。我觉得合肥的饭还挺好吃的。哎，那欢迎来安徽大学啊！来我的母校。嗯。来不及了，我现在已经开学，我就大三了。开学大三了。好，这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王子璇，来自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然后我学的是编导专业。你是哪人啊？我是辽宁人。辽宁人啊，就是在家乡上的学哈。咱们辽大就剩你最后一位了，对，你觉得你有可能拿到这一分吗？我尽力吧。好，这两位谁先来闯关？来，自己谁先来？最高费用谁先来？哎呀，咱们辽大就是唯我独尊啊！有请啊！响应十年，从新出发，高效对抗，请听口令 ：3、2、1，Go！ 辽大的最后一位小美女啊，准备啊，出发！好，一定要刹车啊，漂亮！好，一大步，漂亮！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奇幻旋转门，要注意下滑梯的速度啦，不要减速啊。哎哎呀，这样也可以，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过关方式啊。但是直接坐着跨过去啊？是，停下来慢慢走。你这可以吗，姑娘？你这样再落水。好的，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过关方式啊，顺利通过了第二关。我看出来了，这位东北姑娘来到亚洲一号过关的方式非常，她选择了是非常安全的那种方式，是保守过关技巧法。第三关是光伏桥，注意啊，不要把重心全部压在左右摇晃的钟摆身上，我们呢保持好身体平衡啊。好，没问题，接下来第四关了，加油姑娘，辽大的第一组的希望全在你的身上了。对，遇到红色指针就趴下啊，非常聪明的过关方式啊。然后我们赶紧起身往前走，因为如果在第四关耽误太长时间的话，第五关的时间城堡你就赶不上了。赶紧起身，赶紧起身，迅速往前走。他选择了跪着的过关方式，对，我们走起来啊。可能对于女生来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这已经是第三根红色指针过去了吧，三圈了。你看我们的时间闸门，哎，马上就要关闭了，行吗？往上走，往上走，时间闸门。哎呀，还有，迅速通过，走，走，哎，走，哎，走，哎，走，闸，哎，门，怎么不急？走，走，走。我们的时间闸门，哎呀，给你留下了足够的空隙。我的天呀！我是这位东北姑娘，为什么不选择闯过去呢？姑娘，在这一关被淘汰了。
这样被淘汰了，这样被淘汰了。你看，我们马上黑龙江的姑娘就要上场了，来自云南的黑龙江大学的女孩，也是我们黑龙江大学最后一位了。刚才她在第五关以这样的方式惜败了，如果你通过第五关的话，你要赶紧冲过闸门，好不好？好，今天来的目标是干嘛的？冲到最后，冲到最后，为我们黑龙江大学拿到一分，好不好？好，加油！加油。校园十年，从新出发，高校对抗，请听口令。3, 2, 1, GO！ 准备出发，出发！我到现在还沉浸在上一个冲关的，来得及吗？好，可以啊。对呀、啊，上一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看看咱们黑龙江大学的最后一位可不可以拿到这一分呢？哎，他也选择了跟刚才那位一样的过关方式啊，是非常聪明。好的，接下来继续闯关，第三关时光浮桥，加油啊！我们黑龙江大学第一组女生没有拿到一分，庆幸的是辽宁大学也没有拿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反转的机会啦！你看这心态不好，队长心态不好，成绩就不好。哎。哎，这第一组一分都没有，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组呢。是第二组，我继续支持黑龙江大学。我当然也继续支持咱们的辽宁大学啊！来，我们欢迎男生队的表现吧。相约十年，从新出发。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2019男生女生向前冲奇幻冒险之旅。又到了我们高校对抗的时间了。那今天这个棋子里我进，我肯定带辽大了、是吗？我今天要带领的就是我们黑龙江的黑大了。其实我们两个人可以先聊一聊哈，你心目当中对于黑大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我跟你说，黑大可不得了，它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的，我们国家最早培养俄语人才的红色大学。哎呦，那我们这边辽大也可以有一个跟你媲美的，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第一所商科的专业学校。你看两个第一都被学校占了，对吧？各有特色，各有特色。而且这两个学校我总觉得在地缘上有无限的亲近感啊。是啊，一说话那个味道都有点像啊，东北味儿哈。哎，第一组比拼，有请他们登场。有请，欢迎欢迎两队的同学来，辽大的往我这边站啊，欢迎两队的小伙子们，掌声鼓励。好，这样吧，我们例行都会有一个喊口号的环节。是的、我们第一下的这个先声夺人，辽大的同学，咱们这边的口号是：辽大，辽大，啥也不怕，辽大无敌，登峰造极。好嘞！哎呀，好，最后还有一个啊，呼啊，这个口气不小啊，啥也不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究竟怕不怕我身边的黑大的同学们。来，请我们黑大的同学们喊出你们的口号。黑大帅哥，所向披靡，闯关无敌。好，哎呀，黑大帅哥，所向无敌啊！这两边势均力敌，谁也不让谁啊！是，你们这边先派一个人出来，我们好好聊一下。哪一位？我们首先登场。这位先啊，来，咱们这边哪一位？好，就我身边这位啊。好，来，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辽大的同学。我叫孙强。来，家是哪儿的？他是辽宁。辽宁哪儿啊？鞍山。鞍山啊、钢铁之都啊。我们这位黑大的同学呢？我叫袁喜，来自于黑龙江大学，然后现在在黑龙江大学就读大四。学什么专业呀、学水利电力工程。水利电力工程，你看我们这个黑大不仅仅俄语很强，其实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是的是的是的啊。如果今天要开始的话，我觉得辽大我们这边的同学应该先开始，因为听说你去年来过一次是吗？我没来过、你没来过、是我们黑大的来过吗？后面同学有人来过、那没关系了，那咱们就不着急着开始了啊。你来过吗？我也没来过，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啊、两个都是第一次来。我们这是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一下，来吧，来来，石头剪刀布。我都没看到啊，你赢了是吧？你赢了，你选先还是后？我肯定选后啊。选后啊！听说今天我们的辽大同学还专门为我们的向前冲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秀啊，一起来欣赏一下。
庆的 Up and Funk、嗯、谢谢啊，看样子应该都是学校的这个活跃骨干力量了、啊、是的，所以也来到亚洲一号啊，是的，接下来活动好筋骨了、嗯、从我们黑大同学先开始，对不对啊，来黑大同学请就位，加油了，相约十年重新出发，二零一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收腿，这是来自我们黑龙江大学的同学，
个，我说进一步拉大，就是他再拿一分呢。天哪啊！今天总要有一个高低较量，看看哪一个学校的同学啊，今天这个场次的更厉害一些。你这还不及那刚刚小伙子呢啊！